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老王给你问，只要你敢问，我就敢答。这一集呢，我们要聊聊老王最爱的 RSI 指标啊，看看它跟 KD 出现冲突的时候，你该看哪一个呢？还有 RSI 会不会同时出现动画又背离的情况呢？最后还会聊聊形态哦，三角收敛突破的时候又该怎么样操作呢？以及W 底突破的时候，颈线又该如何判断等幅测距呢？都在今天的老王给你问。首先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他是嘉文叶哦，叶先生，他说我还是喜欢用老王的 RSI， 抄底的快感真爽，而且飙上去呢可以爆好爆满，就跟你晚上要好好抱住你女朋友或者你老婆一样哦，要怎样？爆好爆满哦，不会被洗盘甩翘出场捶心肝。老王可否录一集盘整三角形的多空进场点 ？W 底最低涨跌幅的算法，颈线是取股价颈部的最高点吗？谢谢老王。我先跟你讲哈，我没办法为了这样录一集哦，这样的话可能有点困难哦，因为很多观众都很想听别的，所以老王特别把你选出来啊，用一题的时间简单为你做回答哦，基本上。突破三角收敛哦，有分突破跟贯破嘛。那三角收敛的整理，如果是往上突破，你当然就在等待突破的红 K 棒出现之后才去做追价。如果是收敛三角形到最末端是用黑 K 贯破的时候，那就代表趋势表态往下喽。这时候你就等待黑 K 出现才去做操作。至于你说 W 底的颈线该怎么去测量，那很简单哦。通常我们要往上测量等幅测距的时候，就会把颈线跟 W 底或底部的次低点做一个连线，这样的距离就是比较有可能达到的等幅测距。当然，我们会给予股价更多的期待，也就是你把颈线的最高点连接到整个底部的最低点，这段距离我们会把它视为心中最希望它达到的一个理想目标价，但是它不见得一定会满足哦，因为我们是取颈线的最高价，也就是底部的最高价跟底部的最低价做个连线哦，这样的距离通常比较大啦，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简单运用底部颈线的最高点跟 W 底的次低点来做连线，这样的等幅测距是比较容易达成的。接着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名字是娱乐娱乐，他说请问老王，当 KD 跟 RSI 有所不同的时候，该以哪一个为主要的判别呢？好的，我要先跟各位朋友讲说啊，是个男人是个女人都不应该一心二用，比如说老王我就是把 RSI 当成我的最高圭臬，所以如果当 RSI 跟 KD 有所冲突的时候，丝毫不用去想，当然就是以 RSI 为主了。为什么呢？因为 KD 通常会有两条线的运用，但是 RSI 呢只有一条线。请问看两条线是比较简单，还是看一条线呢？当然是一条线哦。而且 KD 的讯号，不管是黄金交叉或者死亡交叉，出现的频率哦都比较频繁。但反观 RSI 呢，不管你是要看到高档的动画或背离，或低档的动画或背离，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哦，都是比较不常见的。我们知道一个指标如果讯号出现的越少，那么它的准确性当然就越大，所以不管是从老王个人的喜好也好，还是从指标出现的买卖讯号的频率也好，我认为 RSI 都可以成为你一个重要的武器。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这个名字哦，它叫残念。老王老王，要是同时出现背离和动画该怎么办呢？基本上 RSI 哦，如果进入动画情况就不列入背离咯，听得清楚吗？这是一个重点哦，写三遍，只要 RSI 动画就不去考虑，只要 RSI 动画就不去考虑，只要 RSI 动画就不去考虑背离哦，因为动画就是涨最凶或者跌最凶的一段，通常都是最好赚的，绝对不要去考虑背离啦。下一个问题呢，它是 SUEDEHUANG， 他说啊，请教老王，有的时候 M 头跟三角收敛长得很像，该如何做判断呢？M 头跟三角收敛长得很像，小编你觉得很像吗？不像啊。对，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像哦。但是你要知道，一般的 M 头它用颈线来划分，
这条颈线呢，有可能是水平的，有可能是稍微往上一点的。当然，这个颈线如果稍微往上一点的话，形成一个上升趋势线，那的确是跟三角收敛有那么一点点像。可是有很多的时候啊。M 头它的颈线是水平的哦，这个时候它跟三角收敛就不太一样的形态差别哦。老王这边呢，就请我们美编师哦，把三角收敛的图形放在这边，把 M 头的图片放在这边，你可以很清楚发现到两边的上升趋势线或者颈线位置是不太一样的哦。三角收敛的话，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这个低点哦，是沿着上升趋势线往上，所以它的低点不会去打到中间的那个低点。但是 M 头就不一样咯， M 头的 M 下来之后，那个低点是有机会去触碰到前面的低点，这就是两个很大不一样的差异。反之在高点上也是哦，三角收敛的这个最近的高点不会去突破前面的高点，但是如果是 M 头的话，右边的这个头的高点是有机会去突破前面头的高点的哦。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接着来看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咯，他是 MLRP3016， 他说未来不操作股票也有第二副业了，要考虑去考章街头艺人吗？其实老王早就准备好了，来来来，欢迎打赏，一百不嫌少，一千不嫌多，谢谢打赏，哇，谢谢谢谢，谢谢收看，老王给你问，我们下次再见。有任何问题，记得留言、按赞、加订阅哦。王以龙、老王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